外面在飘雨。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，试试看。下雨，下大雨啦！这实在，哇塞！现在风浪特别大，只能钓小钓一回，待会要去比较安全的地方了。干嘛有人去钓欸？这种天气还是不要钓比较安全的，非常危险。虽然那边是亮的，而那边是暗的。那你风云从那边吹过来的话，有可能这边都还是会持续下雨哦。所以还是去比较安全的那个河道钓吧。看一下这个水，你就知道了，它发出油味，超重的，工业的这个污水，趁现在排出去。看，上面是一个水门呐、啊，然后从那边排出去，所以这整个河道的水看起来非常可怕，灰色的。之前有钓友大哥跟我讲说，如果灰色的话就不太会咬。自己做的链子。登起，开啦，登。
一勾，一勾应该是勾到了，所以有办法。好玩吧？又要流出去。花生也太大了吧！
这一种体型。扔掉的话，大概差不多。好啦，今天虽然下雨，没办法去这个县西的这个提案，但是来这边钓也不错了。OK， 把 A 打打完，不然 A 打那么多，也不知道干嘛。好 ，OK， 那今天有功的路上啦，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